假装没看见大舅哥在车上。哎，媳妇儿，快走啊，上车呀，太热了。哎，媳妇儿，你抽烟那事儿没被你哥又抓着吧？我啥时抽烟了？你看，抽烟咋还能抽断片儿呢？啊，我没抽，我就再没抽过烟。嘴咋的了？怎么抽歪了？还有个事儿，咱哥知不知道是你告诉嫂他去足疗店的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哎呀，你看现在就咱俩，你有啥不承认的？还没说过，我就没说过，那是我亲哥，我能背叛我亲哥吗？真的媳妇，这承认上下啊，就这个嘴最硬。真没说过。你真的，我给你回忆一下，那天哥给咱俩打电话，说嫂子要问，就说哥在咱这呢。回头你挂电话就给嫂子打电话说他去足疗了，是不是你？是不？但是那不是你带嫂去的吗？那不是你让我带嫂去的吗？我他妈让你去你就去，我让你死那不死吗？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行，那我不说了。那你要吃啥，我带你去。咱俩现在去饭店，行不行？你忘了哥，咱俩吃饭了。没忘了，那不也得去饭店吃饭吗？每回你都说嫂子做饭难吃，去之前咱俩去饭店吃饱再去，你忘了？我啥时候说过嫂子做饭难吃呢？我给你回忆回忆去啊，就是上。行，你别说了啊，快别说了。不是，你嫂子对你那么好，你嫌你嫂子做饭难吃啊？我没，哎妈，哥你在呢？你看我这嘴整的像，哎妈，你像咋地的似的？那不行，那个哥，我先下车待会儿，你俩唠。你给我等着，哥，你听我说。你说啥？你要说啥？你现在这么大小了。